也欢迎收看 Music 那些事。我觉得应该是因为还想今天最后一集，所以我的内心就是有一点就是这个礼拜的最后一集，对，下下礼拜我就立马回来了。不是你人生的最后一集？不是，我人生我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做，你不是跟我说留在麦卡贝了？你不是跟我说你要专心的发展大学生，就是愿意留麦卡贝尔，因为你要去。我什么时候跟你讲这些事情的？哇，你知道那么多事情？你真的剧情里面跟我讲的、欸，不然我们现在就是考来看一下。播出来是不是？哇塞，直接播出来啊！不过像刚刚我们前面就看到前面那个精华片段，就是我们之前跟叶秉桓的快问快答，其实蛮好玩。可不可以再做一次啊？好好玩哦、喔！对啊，好，我们再玩。而且尤其是 A 片的部分，谁在乎、啊？还有床头放的东西也蛮厉害的、啊。放了什么？卫生纸啊！而且我们今天来宾意外居然好像有看过那个精华。哎、欸，他们是叶秉桓的粉，他们说他们是叶粉。哦，所以搞半天其实不是因为这个节目，是因为叶秉桓，只是喜欢叶秉桓而已。好啊，没关系啊，我们这节目就从来也不怕呛来宾。对，没错。那个马龙会被观众杀死，这么危险呢？好了，那我们就来欢迎今天的来宾。Meet Pretty， 双人团体有好歌手伟翔和网路歌手伟毅 ，Sorry 和网路歌手郑刚组成，国中就开始玩音乐，将近十年的时间，各自默默冲刺。2016年决定组成新团体，除了以重新编曲 cover 线上流行华语以外，也会做属于自己的创作歌曲哦。Yeah. Yeah. Wow. Yeah. Hello， 我们是 Miss Pretty。有没有考虑说，就是取一个好念点？好念点，取一个就 mix， 更好念，可以叫我们 mix 就好。米克斯这样子，这样你们粉丝不会生气吗？不会 ，mix 可以的。因为你知道今天我们前面一趴在介绍你们的时候，我们真的遇到人生的难题。你有没有带出来？就是那你对于今天来宾 mix creative， 亏，还被 Google 翻译，差点念成 miss， 你知道吗 ？miss creative。就是创造小姐，所以正确标准怎么念啊 ？Mix creative， 你是你们要出来的对不对？等一下，我可以。等一下，这个团名是怎么决定的？这个主要是他取的，他取的，对，就把叫取团名，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组团就是取团名是件最开心的事情。对啊，对，然后我就把你們就搞得不开心，对不对？没有，其实蛮困难的。对，我就把取团名的神圣任务交给他，然后他创造不出来，所以就可以就想说就随便了。好，你就想要就创造跟混在一起，对，對對對然后就好玩，混合创新，对对对，混合创新蹦出新。那我帮我取一个中文名字好了，混合创新，不然叫什么？你应该想到一个很好笑的哦，核心客运，可以代言客运的呀？这是什么名字啊？混合创新啊！OK 啦 ，OK， 我是蛮认真的。而且之前是郑刚是之前来过我们节目了，就对，来过真的吗？一年前，你当时来的时候是谁？主持群好像不太一样，不太一样，就必然是怎么样？觉得怎么样？我们是最长寿的。来，觉得之前是遇到谁？之前遇到谁？是遇到之前是黑男，还有谁？还有谁？就是那个黑男跟大天哦，大天对，听起来好像是代班的时候，不是天神的时候吧？对 对，哦，大天神，大天神，我想说陈大天，大天有来过，陈大天什么时候？觉得怎么样？觉得怎么样？觉得就是死气沉沉，黑男跟哦没有，你的意思是黑男跟大天神两个人的风格非常不同，导致他们之间完全没有话题可以讲吗？大天神就是走一个比较安静、不讲话的路线，比较正道的路线，正道，黑男就有点猥亵。整集节目哦，一个小时被他搞得有点阴暗猥亵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子？但是很好玩。黑男除了用猥亵以外，其实我也想不到其他词了。对，我也想不到其他用词。他用了一个很礼貌的词语去形容天神。天神，对，很正当。哎，我会不会主持完这个节目，我跟天神再也没办法当朋友，我们就变仇家。这边瞎攻击。那好，那你当时觉得当时的那个感觉跟现在的感觉有落差吗？我觉得。怎么讲？因为这一年来也是跟他组了这个团体，然后就觉得痛苦。不要这样，有卫生纸吗？刚刚导播特地跟我说，观众说海产也很猥亵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导播攻击性很强，但他心里也觉得今天是海产的最后一集，所以他想认真的去。导播你注意，导播你注意，不要这样的，我还会回来哦。今天真的是你最后一集吗？真的，我下礼拜请假，我下礼拜请假，真的啦，因为他下礼拜请假，我们估计是会找代班嘛，估计找完代班之后，然后他可能代班就取代，带了就是带着代班。你知道这节目的黑历史是什么吗？我们都是曾经代班过的。对，代班的第中间那一集，对，我们代班带到变成正工。所以我们现在代班都很紧张，因为我们现在请假，我们都很紧张，我们不晓得会来一个怎么样的代班。哇，那个你们有没有兴趣下来？现在经济不景气，那个饭碗一端就整个端走，整个端走不还了嘞，不还啊！有没有兴趣？那你有觉得我没有比之前的主持人幽默吗？应该幽默很多吧？
现在才刚开始，你要是讲手表的话就是不加。现在才刚开始十分钟，还不太知道，他没有讲客套话，还没有抓，他没抓到我们的路数。哎，可是正刚算是很聪明的，因为一般人都会选择讲客套话，然后就被我们两个戳死。但是他刚刚是很中肯的讲了一个，就是我们也不得不同意他的那个。对，他抓不到，还没抓到我们路数，要聊聊聊之后，聊聊之后。才会就是愿意承认我们幽默的事情，我们其实也不幽默。其实我们幽默的事，我自己也觉得有一点不是很确定。对，是我们走幽默吗？我们应该根本不是，我们是走心的，我们走心，我们根本就恶心。但是你们两个是当初是怎么认识的？就怎么会决定要一起组这个团？对啊，我们就是你刚刚怎么含情脉脉的看着他？好好的，没有，我们就正刚一个人，正刚一个人好好，他就是不好，然后我们才会在一起，真的，对啊。我们一起成为了一个完整的圆了吗？对，成一个家，怎么有种淡淡的猥亵感？我们也是希望就是能就是一起，然后做音乐，然后蹦出新的不一样的东西这样子。他有我没有的，我有他没有的，那就这么刚好。是什么？对啊，这是什么？怎么搭到的？这可能对啊，听我们的那个，我觉得应该大家看的这个画面，应该最明显就是眼睛、颜值哦，颜值都不高，颜值都不高就对了。哦，哎，很少来宾，你怎么敢讲这种话？因为很少来宾自己在那边，我颜值。颜值，他们是说跟你比起来吧？跟我比起来，那好像合理哦、喔。跟我比起来的话合理，那我收回。哇，跟你比起来，颜值高很多啦。对啊，那最主要是因为他刚好有一次表演，我们在同一场表演遇到，然后我那时候听到他唱歌，一见钟情。没有没有，我还没有看到他的人，还没看到他的人，可是我远远听到歌声。我以为林俊杰在台上唱歌，真的假的？我以为林俊杰，我不敢。然后我想说，哇，林俊杰怎么来了？是破音的林俊杰，或是正常林俊杰？我何德何能，怎么可以跟林俊杰合唱？而且我那场活动其实是有点算是庙会性质。庙会？怎么庙会请到林俊杰？庙会请到林俊杰啊？不太对哦，不太对。我得赶快跑到舞台前确认，是不是？哦，一看，哦，是他，不是眼睛像李荣浩的。假林俊杰，假林杰，你就很爽的走掉了，是也没有，就很爽走啊。对，然后就等他表演完，就跟他聊一下，就觉得他也蛮有想法的。那你们当下有接吻吗？没有，我们会看着要示范吗？好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要不要带点酒啊？要不要去买点酒？请 Mix Creative 当场示范我们接吻的情节，你要鼓掌哦。好，因为我很好奇他们会不会真的。好了，真的不一样。你知道，如果我们很震惊的话，或许他们就會因为帅哥会出其不意哦。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就是没有什么极限。我找到你们跟之前黑男他们主持人不太一样的地方。好，来来来来讲一下，他们会救我们。我们不会救你们，会救我们，让你彻底。我们现在完全就是插那边。哦，不是，我们向来都让来宾去死啊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这件事就是半死不活，不会去死。要不然我们就被来宾整死，例如说硬男哥，就是。那太累了吧？我们就是欺善怕恶嘛。所以你们好了，讲真，你们不稳的话，那你们玩音乐啊，通常都是为了去泡妞，然后唱歌是追女生的招吗？不是吧？你们的招，你才这样子吧？因为其实我们在团里主唱主 vocal 是他，主 vocal 这个问题你可以问他哦。所以是他在泡妞，所以你是负责门面。哦、不要听他乱讲。玩，那你为什么学吉他？因为要泡妞。对啊。你为什么？欸、你为什么要唱一些？对吧？对，当初学吉他。我当初我学家是国中的时候学，哎，真的假的？国中就想泡妞了？国中都想泡妞了？还是为什么？正值青春期啦，哇，荷尔蒙，如果你有吉他社课可以请假不用上课。我们学校禁止交男女朋友的。骗子，真的，私立学校。所以你喜欢哪个老师？所以他喜欢吉他。你是喜欢那个男老师对不对？不是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当初学吉他就是。功课不好，书念也不好，想说学一个才艺，没想到学的也不好。没想到一学就学到现在。等一下，问题你怎么了？你们本来有认识吗？没有认识啊。那你为什么今天活力？你刚刚这么接下来毁了我们节目，对，你乱讲，怎么可能？你看起来就是很会弹吉他。我刚彩排之后，我真的听到他好会弹。很棒哦，弹得比海强好很多。要赢我其实不太需要学，你知道吗？要赢他其实真的蛮容易。不太需要学吉他。他除了吉他之外，唱歌也蛮容易赢他。对对对对对，身高也是，基本上你有嗓子就赢。对，然后脸也是，基本上只要有脸就会赢他哦。哎，这现在攻击我对不对？今天不是你。今天不是你最后一集吧？今天是你最后一集，我不想让这节目毁在你手上啊！那你聊一下聊一下，你们是唱歌有机会就是可以认识女生吗？一定有吧？其实我们私底下也很少的认识女生，骗人，真的吗？真的，因为像就是那你知道你们刚你知道我这个角度啊，我刚刚等一下问问题的时候，正刚的那个右下眼皮一直在跳，跳的神快，你在抽，真的吗？哎，你们都发现了，你看你们看到他跳最少有一个礼拜了，哎，真的假的？为什么？怎么了？我说你在不睡觉啊，你晚上在干嘛？在干嘛？我看你哇，你干嘛不睡觉？
抓到了，卫生纸对，我刚刚看你脚有点软哦，走不太动。真的，你要抽时要冲过去看医生。有时候啊，海产聊我懂你啊。是卫生纸的部分吗？不是，需要很多的卫生纸。因为没有卫生纸的话就没有办法专心，因为你知道弹琴要是有时候手太油的话会压不好这个和弦。擦一下出汗，会出汗。所以需要很多卫生纸嘛，对不对？那平常都看什么类型的片子？哎，现在在玩快问快答，乱跳对吧？没有，我说片子是指就是那个音乐的片子，对啊。吉他手，或者你们喜欢摇滚，或者是日系，或者是因为像我们两个人听的音乐都风格都不太一样哦，真的、哦、曲风刚好都不太一样。你喜欢听什么？？我都是偏比较抒情的，对，我都抒情的。但是他是听那种是很吵，他都在听编曲哦 ，heavy metal 的、哦，听编曲，没有到 heavy metal， 大概就是比较听一些 hip hop 啊，或者是扯超远，死劲哦，你是这种编曲啦，你要听看他们怎么编音乐性，音乐性。哎、欸，有粉丝说那个唯一的脸书都是妹。对啊，他们连带来的朋友都还是都是美，他们的朋友很漂亮，真的，他们朋友是我们来宾就是数一数二漂亮的朋友，你们朋友是可以直接来露脸的，真的啊，真的吗？真的啊，有没有？哇，抓到了！哎、欸，太好了吧？为什么？把脸这么帅哥就是这样子。哎、欸，那真的脸很小哎、欸，这边有愤怒。帅哥真好，助理什么？好，连助理都这么漂亮，人帅真好。可恶，人帅真好。而且你们之前有找陈零九合唱《第三者》这首歌。嗯，因为这首歌算是我们，因为我们 cover 有 cover 大概一个月左右，一个月。然后就是到第三部那部叫《痴情男子汉》，女孩子痴情没关系那部，就稍微有一点。有一点什么？你要讲吗？其实很意外的，有点意外。就那部，其实我们讲说前面两部 cover 其实成绩都不理想，然后第三部就是想说啊，就随便弄一下。其实说起来是真的是无心插柳，无心插柳，是真的。对，然后就是也随便拍影片，你看我那影片，他穿着背心，我那头发被人家骂说那个什么头，然后边走边录影，边走边讲说我们之前两部是用单眼哦，现在然后还剪哦。哇，搞一个！但是你们很方便啊，你们就是以后就是只要是一直走，后来发现这样边走边录，还蛮有效果的，又不用剪，然后又不用什么，跟光都不用调，直接来就好了。对，很多大家就很喜欢这种真实感，想说就丢，然后我们那时候粉丝专页就大概两三千了，我就跟他讲说，这部。如果再没有什么成绩，算了，就解散好了。结果这一步结束之后，就去当夜店当公关好了。然后我这样可以当公关，可以，你很像哎，真的吗？公关不一定是要你要带这个，然后你要带哎，但是首先你要有一个牛郎的感觉。干嘛叫他演这个感觉啊？不是，因为我有个朋友是夜店的副店长，他有这种感觉吗？其实夜店的公关其实都壮壮，他有一种就是很历尽沧桑、很风尘的感觉，就是他看到任何人都，我不说你啦，我说我朋友。他还好，他蛮好。但是虽然陈零九今天不在，真的，不然就可以。陈零九今天不在，他有来上过你们节目的？有啊，他整整上了两个小时，让我们相对无言。哇，两个小时，我累死了，聊到不知道聊什么了。陈零九那天就跟他相对无言，相对无言，对。他比较沉闷，应该没有在看吧？不是沉闷，帅哥，帅要帅哥有那种气息吗？帅的气息。不是，他其实想幽默，但殊不知就是弄巧成拙。弄巧成拙。不会啊，零九，我们还是很爱你啊。真的。对，还是爱你，还是爱你。我爱孙盛熙，我不爱你。怎么会这样子？好，那今天第一首歌帮我们带来这个好不好？第三者。就是你们的第三者，就是我们自己的第一首创作。第三者跟零九合作这首歌。哇，你想看？听看麦，听看麦。讯息不回了，晚桥也设了，还有什么能让你安心独足了？哦，该怎么平衡？心也会痛的，但只要想到你的天真，什么都值得。没告急了，脾气也改了，还有什么能让你快乐也笑了？渐渐习惯了无声，只听见你和他的笑声，房门外的我
在陪我。我看着门口的那两双鞋，想到你们在里面缠绵，是不是盖着我送的棉被，没有遮掩，赖着不走再卑微。是我一生最喜欢的人，因为你出现让我的生命更完整，才不愿意承认这段爱情里面谁是第三者，因为我爱你比你爱我还真。你是我的人，我非你不可，什么都愿意为你去拼，为你牺牲，说我傻的天真。爱情生命更完整，才不愿意承认这段爱情里面谁是第三者。我因为我爱你比你爱我还真，你是我的人，我非你不可，什么都愿意为你去拼，牺牲，说我傻的天真。爱情里你的他比我有天分，这首歌唱的是种愚蠢和认真。谢谢第三者，谢谢。旋律性非常强，很 K 对不对？对，这很 K。可是，一般要做到这么 K 就是不容易，就是要 K 又 K 又好听。我那时候这首歌有成功哎。我那时候写完这首歌是就是我自己的词曲跟编曲，然后有跟他一起讨论，就词的部分他有帮忙想。然后这首歌我当初一写完，我就第一个想到是陈明九。我就马上想到他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第一个想到他的嗓音唱的那个副歌吗？不知道怎么，那种感觉有点像他的，就是他的那种抒情歌的那种感觉，然后。因为我那时候一写完，我马上就联络他，然后他很忙，因为他最近要那时候在准备专辑的事情，我真的要爆他料，他很忙，真的。零九你不要怪我，不好意思。他不会看啦，他应该不会看。我那时候大概二月多的时候完成这首歌，那时候当天晚上写完，隔天我就跟他联络说，零九有一首歌想要跟听看听看看，然后他听完他也觉得 OK， 就是也是觉得就是蛮适合他的，就答应跟你们合作。他说好，这个录。到了五月，才录九，怎么样了？状况怎么样了？整个喉咙爆，我也有一模一样的事情，你先讲，你等下提醒我。然后呢，我说那没关系，那你就是看医生嘛，好好就休息，我把编曲编完，我再丢给你，丢给他喽。过了一个礼拜，零九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还在听，零九还在听，我想要这零九的家伙，零九真的是有点久，很零九，念很久啊。可是因为他很忙，所以他最后有抽空，就是还是很感谢他完成的。硬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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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硬听。如果一模一样的事件，
知道陈零九啊，因为我们就过年都在高雄过，然后过年的时候他就跟我说，就是说，哎、欸，开始，好，来，那个我要拿一张我的专辑给你，就我有签名，然后就后来就说，哎、欸，那既然这样子好了，那我们就一起来合作一首 cover 的歌曲，然后那时候我们就选了一首歌，然后结果呢，他说，但是过年有点忙，他说等过年结束再讲，然后过年一过呢，又过了两个月，我就说，哎、欸。我们上次之前说那个 cover 的事情，他说哦不好意思，我最近有点忙啊，不然我们 cover 这首歌好，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。我说听我觉得很奇怪，我说这首歌有什么好 cover 的？然后一路就过了，就是一路就到现在还没 cover， 我连他的专辑也还没有拿到，我连上次去他家开直播，他都没有拿到这件事，他都忘了，对他都忘了，他很忙，人家一定就很忙，他真的很忙，他真的很忙。哎、欸，会不会？那上次他来，你有质问他吗？没有，因为是他来之后哦，之后的事、啊、哦，那也蛮久了。对，那是蛮久了。但是其实蛮屌的，你喜欢一首歌，想到就会想到这个人适合哪个艺人。像我每次喜欢一首歌，我都想，奇怪这首歌到底会不会赚钱啊？还是寒碜啊？我就听两遍之后，哎、欸，算了算了。你们那个等级不，因为他这首歌就是又可以好，就是这一定是大家会喜欢。那你的真的，我就想，大家到底 会喜欢啊？先过那一关，那个太困难了。我自己那一关我都过不去。我好想听海产唱一段他自己的歌、喔。真的吗？我的歌很厉害，对不对？我之前看海产都只在大学生里面看他的看他干什么？就是你没有听过他唱歌吗？我每次都在电视机前面笑了半死。哎，是不是？等一下，人家参选是问说你有没有听过他唱歌？你说他笑，你笑半死。你听我唱歌，让你笑半死，好像也很合理耶。哇，这种人发片赔钱，好好笑哦。我有发片吗？哎，有赔很多钱。哎，海产还是我当你麦克风架，还是你唱海产给他们听？不要，我的唱歌，我的创作好了，我唱作。我一定要唱主题歌。我的麦吗？因为我们是主持人。来，我一定要唱一下。跟着我朝梦想前进，拿起你秘密的武器，跨出去，有谁敢挡你？统统飞到太空去。抬起头，放下你手机，微微笑，距离会更近。跨出去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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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让梦想继续前进，认真就像场电影，就一直放肆追寻，会不会深叹气，勇敢飞行。副歌再次，副歌再次，来了，我们一起合作。那你合完一段副歌，马上进海产。好，导播说要听。让梦想继续前进，人生就像场电影，就一直放肆追寻，会不会深叹气？我们现在在卖咖啡直播。右手边是海产，他现在在跟我一起合作这首歌，我们叫 Miss Creative。 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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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我爱你，我愿意，你不用怕，金家也即将拦住坎迪家，就是我。哎，有没有？这真的是在玩音乐，而且我这个还是抄袭你们的片段。没有，盲抄你们的片段，是直接。九一有说你们可以这样做吗？直接，你们有问过九一的意见吗？哇，哎、欸，其实这样真的很好玩哎、欸。不过就是這樣，其实像除了平常除了做音乐之外，你们也还有别的兴趣吗？例如说在街头演唱之类的。刚刚不是讲了吗？把妹啊，兴趣是把妹，没有这样，不要再兴趣好肤浅。我跟你讲，你刚刚说你第一次让他唱歌像林俊杰，我刚跟你讲很像方炯斌哎。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方炯斌。你是好人，要不要唱一下？你可以唱一段好人吗？你清唱模仿模仿坏人吧，坏人对。喂，好人是谁的歌啊？你怎么纠正主持人？主持人讲错，我也讲错了。对啊，你来这里。来一段你是好人，你是好人，也是个坏人，对我坦诚，只为了找他狂奔，不能放任，所以放。我是好人，也是个坏人，分得够狠，你才有借口转身。宁愿爱一点不舍，也不忍看恋人爱成路人。
嘞。可是我懂他那种感觉，你一开始以为是林俊杰，然后看到之后就嗯，我刚我一直在画面就想张炯斌，你的歌声跟你的造型有很大的反差。怎么说？就是你看到你的造型啊，不会想象是出现那样子的声音，会觉得是。会觉得是比较开朗的声音，他的声音吗？对，我不太懂意思，就是没关系，你长大就懂了，就长大长，因为他唱抒情歌就非常的擅长，可是抒情歌刚好就是我最弱的部分，所以我那时候你最没有情绪，最没有感情，最没有灵魂，就你就没血没泪，最没血没泪，也不是很可怕。对，不是，就是可能嗓音的部分嘛，嗓音就比较喜欢，像我自己本身，我就很喜欢写一些 rap， 就是哎，我也是哎，对，然后就很喜欢有些 R&B 的东西，可是那种纯抒情歌，我觉得自己全驾驭不来啦，因为感情没办法投入这么多，对不对？然后不管是技巧等等都驾驭不来。既然感情没有办法投入这么多的话，那我们就来试试看，我们接下来就这样试试看，五分钟。爱情有关的歌曲不间断，哇，好难哦、喔欸。没有，我们现在有一个 problem 哦、喔。第一，那个计时谁帮我们计时？都可以啊，导播计时、啊、都可以，是不是？来，那如果我们接不下去，惩罚是什么？安全之吻是不是？跟海产？你不是跟我？跟导播？跟导播？可是你知道我们要收集很多有关于你的片段啊。你知道上一次他跟我们工作人员安全之吻，我们那个保鲜膜是5000块高价卖的。哎、欸，太荒谬！有一个正妹来，然后他说安全之吻要赚到了。今天难得就是正妹来要跟我安全之吻。淡江校花就是隔壁的制作人，一个大胡子。然后我吻完之后，这是热吻哦，好香哦，我觉得蛮香，你知道吗？就后来是闻到他胡子刮胡泡那味道，我快吐了呢。所以等一下，如果中断了是安全，那如果海产自己断了的话，那就好怎么玩？麻将夹夹脸，你要夹？你要弹吉他吗？还是我们就唱？直接唱好了。好，直接唱啊！可以大概跟我们解释一下这个。我们就是爱情的歌，你的爱情歌单。不好意思，因为我们的 round 常常都写的比较随性，所以我们要自我解释。你可以唱什么就唱什么。对，就是爱情的歌曲不间断。你要不用吉他，要不要都可以啦，随便你。当然要吉他，要跟爱有关。好，跟爱有关是不是？对，是我们 PK 的意思。PK， 来，轮流接。哎、欸，但他们本来就接歌，他们会赢啊。我们不是本来要一个一个接，怎么变成二对二？让你们来，你们先吗？爱情的歌，爱情的歌啊！哇，我们等一下就直接卡比他们。我刚也是这么讲。好。可是我们没有办法一起唱歌哎。随便一段都可以，随便一段都可以啊！你们一直接一接啊。那我们就 C 大调吧。好 ，C 大调啊，我们就比 C 大调。来啊。修炼爱情的悲欢，我们这些努力不简单，快乐炼成泪水是一种勇敢。几年前的幻想，几年后的原谅，为一张脸去爱成长。别讲想念我会受不了这样。爱我别走，如果你说你不爱我，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，再给我一点温柔。想要为什么我的心明明是想靠近，却孤单到黎明，不知道不明了，不想要为什么我的心，那爱情的绮丽总是在孤单里，再把我的最好的爱给你。好想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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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好想你。欸、为什么叫西大调啊？奇怪、欸，超难的、欸。你们还有吗？没了吧？你们认输了吗？擦肩悄悄的来过。哎、欸，我整个走音呢、欸，他走音，我整个接不到。没有关系啊，这时候就考验。副歌我也忘记。
中，让我把记忆结成冰，别融化了眼泪，你妆都化了，要我怎么记得？记得你叫我忘了吧，记得你叫我忘了吧。你说你会哭，不是因为在乎。管你怎么了，你累了，说好的幸福呢？我懂了，不说了，爱淡了，梦远了，开心与不开心一一细数着，你在不舍，那些爱过的感觉都太深刻，我都还记得。你不等了，说好的幸福呢？我错了，泪干了，放手了，后悔了，只是回忆的一缕河还旋转着，要怎么停呢？现在到底已经几分钟了？我们真的真的好迷失呢。导播，你要跟我说什么？现在才三分钟而已，哦，还有两分钟，应该怎么办？我们怎么办？已经没有歌了，还要怎么唱下去？你说什么？快点把歌名说出来！哈，哈，我们就继续写。不要再唱别人的歌，写一首麦卡贝的歌，是我们的最爱。开始，小姐，你要接受我们的挑战。请问现在到底只剩几分钟？还剩两分钟。再给我两分钟。记得，记得你叫我忘了吧，记得你叫我忘了吧。你说你会哭，不是因为在乎。你说你会哭，不是因为。呈现一个就是在海边，然后就是烤肉，然后其实大家乱唱歌那种感覺，然后大家就其实很痛苦，因为那个店老板说要吃烤肉一定要唱歌才行。哎、欸，其实这种感觉很爽哎、欸，就大家想到什么都唱，真的纯粹的，是蛮好玩的。真的想到什么唱。但刚刚你知道导播带那个戏虐的音色，就说啊，其实还剩三十秒，不过放过你，不是什么意思？放过我们，好，谢谢你哦。其实这样搭吉他比较难。因为吉他会有调嘛，对啊，当然要定一个啦，一个就是编排这样子才。不过这样还蛮聪明的，不然之后就。可是我大概我可以在这节目的中间就可以先讲一下你们的差别。好好好，讲一下。你说大天神跟我们。大天神。来讲一下，讲一下，我们平常讲最真心的。你敢讲？你敢讲？来，我们敢讲吧，他们又不会卡。哎，我们没有 care， 你就直接讲。天哪，我敢嘴。我不知道，那就刚刚在合作下，觉得你们的音乐性蛮强。哎、欸，拿我们跟他比音乐，哎、欸，太夸张了！哇，哎、欸，拿我们比音乐，拿我们跟黑男比音乐，嘴，黑男其实会音乐啦，黑男很猛哦、喔，对，黑男音乐，他钢琴也是钢琴强，黑男很猛、喔，那天神音乐强，他应该是指我们跟天神比起来音乐性，天神吉他也蛮稳的。哦，稳就稳，他只是稳嘛，可是我们就没有，我们没有像这样跟他合作，他四拍不会拉掉，对，就弹四下，对，因为像我刚刚那样一弹，你们一听到那个调就大概知道，就大家什么歌进去录片哦，当然了，很好玩呢，其实会把吉他真的是很厉害，我们两个都发过没有赚钱的片哦，我还赔钱，你没有赚钱，哎，你是我是赔钱，我是赔15万嘛，对不对？好可怜，哎，而且你们自己就是在玩写歌的，就是写歌的时候，其实你们是有故事吗？还是你们人生的就是经验啊？像有时候写歌，他也会跟我分享一些他的想法、经验。对，然后但是执行面的话，可能就是我这边。哦，对对对，他就出张嘴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我们可能就比如说想到，想到这么讲，因为有时候得靠他那张嘴，丢给我一个 idea， 这样才知道要往哪个方向。他那张嘴是让你激发你的，就是对那张嘴的，没有那张嘴。虽然有时候也是。怎样？蛮没有意义的。你说那张嘴就讲个乐色话，没有啊。不过其实就是这样子，就是创作，大家其实就是这样配合，互相，对啊，这样互相配合也是蛮好的。不过今天在这里怎么会有一首歌？我知道，因为你最近有找那个鸭子合唱一首歌。对，
对，那首歌还蛮红，很多人听。所以这个是这个视唱曲的源头是什么？也是一张嘴，一张突然有天，那谁的嘴？你的吗？我们那时候是在骑摩托车，对，还是其实是你们两个吵架？然后没有不可能，我们就那时候在骑摩托车，然后就突然讲说，我们也要就是想说，有一首歌名，然后会中的那种感觉。他说，报警处理，然后我们就因为，你可不可以讲故事？我们那时候在骑摩托车，他骑摩托车，他骑到一半说，郑刚，你要不要抱我？你要不要抱我？你抱着我比较。比较不会，那你就回他一拳，惨 了。我说你是没有被打过，对，你还问他，要是我就直接打他，他就有灵感了，他有灵感了。其实他脑袋就突然就有灵感，他说不然抱我抱，然后我们刚好路过一间警察局吧，报警。他爸就说，不然就是现在，因为现在很多情侣不是吵架，可能会冷战或什么，但我们这首歌就想要呼吁男生，就说啊，其实女孩子就是报警就好了，报警处理就好了，是吗？对对对，可以啊，搂紧这样子。但他处理都不是报警的，不然是甩他两巴掌，是不是？这不是重点的，我觉得你真的是天桥底下说书的，可以分成九集，讲故事的，可以分成九集，没有被打过是不是？不过好，应该大家蛮想听这首歌，对啊，报警处理，还是你不愿意唱？我自己的创作 OK 啊，为什么讲这歌名出现，隔壁的制作人就突然出现？他是想要来安全之吻，是不是？就是跟他安全之吻的，哇，他刚露出一个，一个很奇怪的眼神，他就这样看我们一眼，然后就走了。好，那下一首歌曲在好听的创作，报警处理。好。Baby， 我警告你，吵架再乱说分手，我就要把你送到警察局。哟，你最好乖一点，乖一点，安心的在我的身边，你的任性我都 OK。Baby， 再不把你。反正每次吵完架你都会抱紧我，女孩要的就是抱紧处理，别再跟我说大道理，我只想要你的提醒。最喜欢你在我的身边，每秒钟都不要分别，想你的感觉让我每天都在贪恋，贪恋你那娇气的嘴脸，快要被你弄断的理智线，差一点抱紧处理，只给你抱紧处理。最喜欢你在我的面前，擦去我有泪的那天，你对着我说，不管未来有多难过，什么都先抱紧再说，不会放手。我早醒来发现有你在厨房做早餐才美，这串早餐餐诱惑我失血，坐在你旁边准备品尝你说话的 begin， 你的问题为了咖啡，你的唇都是我口水。 Hey dear， 跟着我的爱不敢说有多嗨，起码的未来都还是深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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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深，你的幸福交给我努力。 Oh my baby， 你就是我的唯一，听完这首歌就抱紧，在我的身边每一秒钟不要分别，想你的感觉让我每天都在贪恋，贪恋你那娇气的嘴脸，快要被你弄断的理智线，差一点抱紧处理，只给你抱紧处理。你在我的面前擦去我眼泪的那天，你对着我说，不管未来有多难过，什么都先抱紧再说，不会放手。Thank you， 谢谢。我刚刚发现一件事，我刚刚发现就是这首歌，我刚才意识到少了鸭子的声音。其实你们下次有这种，就有这种歌，其实可以滋味我啊。那我推荐干嘛？你可以请他唱啊。不是我推荐干嘛？又不用加钱，都来了吗？又不用加钱。我坐在这里，我刚刚想说，没有，刚刚听到一半，然后顺顺想说，奇怪，那旋律的那个 loop 很蛮好记的。对啊，对啊。我们一听就会了。我想下次可以滋味我吗？好不好？
下次再来再跟我们 cover 这首歌啦，好不好？对，我好好听的这首歌曲。然后其实我们除了来麦卡贝，你其实以前都看过了嘛。我们最多的就是状况剧玩，就是玩小游戏，要考验你们两个的默契到底怎么样。但你们自己觉得你们两个默契怎么样？我们俩默契啊，貌合神离。我们认识不久，认识不久，真的认识不久，就是为了组团在硬要讲话的。认识不久就现在是要公开来镜头看我，对，好，现在是要公开把所有的事情瞧一瞧，来处理好，处理好啦，直接处理好不好？对啊，直接处理好，现在处理了。真的主持人都不会帮我们的，不会啊，他直接就是他都说你们能解散就解散这样子，不是啊，少一个敌人是一个。不是啊，你说如果我们就什么都帮你们，这不就是太弱？你们要处理什么？真的，我们这里是麦卡贝。你要处理什么？你要处理什么？你知道为什么天成跟黑男不见了吗？为什么？天成跟黑男，因为他们太照逻辑走了。我们不需要这样的。就被我们处理掉了。出牌。对对对。我要抗议。好，来讲什么？讲爆料是不是？我很紧张。他粉丝太多了。他粉丝太多了。你少在那边。感觉怎么可能？他粉丝真的太多了。你们两个不是一个粉丝专业吗？我发现正刚是走一个很腹黑的路线哎。腹黑什么意思？就是。怎么形容呢？就是喜欢放冷箭的类型。就现在就要黑就黑。他们其实他们两个的粉丝专页都超多，他们两个粉，他们粉丝多到溢出来。对，那很可怕。溢出来在我的粉丝专页留言哦、喔，他的粉丝真的是很夸张，多到还在那边留言传一堆他们的照片，然后是很帅，没错，我就想，很帅，所以我要表示什么吗？他说没有，他们真的很帅，我说对，他们真的很帅。其实我听了有点失望。然后其实我是女生，为什么知道他在留言，不到我再来留言？那我要爆料一下，然后我就说，那我帅吗？然后他们说你唱歌很好听啊，我说太失礼了吧。然后他们还有隐瞒着良心说你唱歌好，他们至少不是说你的头发很鲜艳。讲一个目光，好，他们都很帅、啊。不过他们看起来显然是默契不好。那我们接下来要进行的是比手画脚，默契大考验，来来来，你们谁想比谁想演。我们这是分组啦，对，分组。剪刀石头布啦。哎，不过是怎么分啊？怎么？就他们两个，然后一个比一个猜，然后他猜不出来，我们可以抢答。然后再来是我们两个的时候，看一下谁。我们两个真的是，而且这边今天的规则其实就是说，赢的那一组可以唱歌，但我们两个赢了要干嘛？没有歌可以唱，我们赢了可以把歌唱歌。我们赢了唱 FaceTime， 好，我们赢了唱 FaceTime。来来来来，你们谁想演？他演，我演好了。你猜是不是？好，那你转过去。你会猜吗？你会比吗？你有头脑。好，来来，这个是你的题目。那你们就交换嘛。我抽给你。这次的题目全部都是闽南语歌。而且我们限时三分钟。限时三分钟，看你的演技。你又没听闽南语歌？哇，你要猜？好好，那你先转过去。你那我觉得你比好了。你看一下吗？对，你有在听闽南语歌吗？我不是，我觉得好像会比较比你多一点。题目都是台语歌，真的假的？真的真的，题目都是闽南语，绝对比你多一点。那我比。好，来来来，你看一下，然后去给镜头看一下，然后你不能看，之后就开始。好。好，那你在那边猜，而且我有预防作弊，在那边猜对，比较好猜的。好，老板，好，你在那边猜，你在那边，我在那边吗？对，这边猜。好，你不能偷看哦。好，来来来来来，我帮你查，是真的很认真那种哦，认真的认真的，我们有音效，我们背景音哦，不能讲话吗？你们要是输了，你不能讲话，你们要是输了，你等下那首歌真的不能唱哦，就是我们唱。是十个字。屁啊！对不起，十个字，第一个字。上，上二个字，第二个字，熊帅也会，哇塞，太帅了！第二题，哇，三分钟快，不是这一题，好猛哦，三分钟 ，easy 吗？ easy， 没音乐，等音乐下，音乐，老师音乐不用停，不要那刺激感，三个字，第一个字，跑。跑啊，跳跑，是哪里？追，哦，追，哇塞，太好了！下一题题目是，对我来讲太简单了吧？有这首歌？有，你们演出来。四个字，第一个字，四个字，第二个字，手，第三个字。抓牵手，牵手，手牵，好，来第四个字，他快发脾气了，他脾气不好，对不对？小狗，那是一个成语，好，这是一个成语，顺手牵羊，哇塞，还几分钟？还有，哎，你好强哦！音乐停下来之前都还有，有这首歌，其实还有三个字。第三个字三。小提示，那不是一首歌。什么什么什么三？什么什么三？第二个字，点头，点对。
嗯，可以换吗？可以换吗？这个真的很简单。点头。四四四四三，什么四三？对呀，怎么？好，我好想骂。什么四三？那自己说三个名字。哇，没东西花，没东西钱。哎，钱。大提示哦。我不知道什么四三，这题超简单，你都快讲出来了。这题本来就结束了，最后一题哦。我给你一个提示，是一个名字。它包跟苹果有关的，跟苹果有关。几秒了？几秒了？富士山。对啦。富。哎，他们叫富。有钱呢、欸，不是做富。哎，对几题啊？总共对几题啊？富士山是一首歌。我也不知道。没有，又不是一首歌。熊碎耶！哎，熊碎也会，他猜得出来。然后他们四题啊，好累。然后顺手牵羊。哎，里面不全部都是台语歌吗？有顺手牵羊那首歌。对没有这首歌啦。好，来来，谁要演？哎，我们两个，你们，哎，来来来，你们觉得我们两个谁要？来，我们让网友决定，让网友决定。我们让导播，我们让摄影师决定。来，谁要演？等下，这带我的脸是什么意思？你要演对不对？好，你演。我要演是不是？来来来，你看他们都知道你演，根本就我 OK， 我 OK， 我 OK。我 OK， 你拿给他，我 OK， 我超会猜的，四题轻松挑战，来哦、喔，是我们拿吗？我不能看，来来几个字，要给观众看一下嘛。好，要给观众看一下。好，你那带，好了，我要开始哦、喔。好，来，五个字，第一个字，爱，爱剪了恰恰，爱情玫瑰花。爱到快惨死，怎么办？等一下，第二个字，爱表现赢，哦，哟，简单起来了，简单，抖起来，抖起来，来来来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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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好，好，来来来，五个字，第一个字爱睡，不是睡，行休息睡，月亮弯弯月光下，来第七个字我开猜，笔款牛，牛，第二个字是牛，牛，牛，怎么办？太难了。这是什么？你们看到题目吗？拍，不是，好，来，五个字，第几个字？第五个字，画什么的？什么什么什么画？心中的话，这是我心来的话。第二个字，什么话？什么什么什么的话，对不对？谁出的题目？谁出的题目？哎、欸，太难了吧？就是噔噔噔噔噔。第四个字，第五个字是话，第四个字是什么话？作画，爱画，爱画，画爱，爱喜欢。情话，梦中的情话，哦耶，梦中的情话，哇，好简单哦，怎么分三十秒屁呀？哎，不是他们抽的。好，来，三个字，第一个字，爱，心，心形圈，心，第二个字，心花开。哦，对，这条简单，这条简单哦，好，别走。好了没？哎、欸，还早嘞！快！四题，是，好。这是盆下，挖鼻孔下。什么？算了，算了，放弃了。哎、欸，这题是什么？落井下石啊，太难了、啊。哦，落井下石，真的好难。哎、欸，这样我们十一题耶，超输哎。哎，其实我今天算会猜吧，我今天算很会猜吧。哎、欸，你今天难得哎，我今天难得这个名。看得出你的路数，对不对？对，你今天那个智商从猴子变成人哎！哎，我今天猜不出来，对我们比较好，真的，比较简单。可是刚刚那个，可是就是所以刚刚说输的人可以唱一首歌嘛？输的人不能唱一首歌吗？没有这件事，是不是？所以他们赢了，对不对？好，你们终于恭喜你们获得打歌的机会。之前我演的时候很痛苦。恭喜粉丝啊，粉丝得到了一首歌，可惜没如果。
Next 不为谁而作的歌。好，你们先唱，等下开杠好不好？之前我在演的时候，他们一直丑丑丑八怪，丑丑丑，不丑吗？不丑吗？然后一直这样丑。演到我玻璃心都碎掉了，每一段都跟我说丑。我很抱歉，我很抱歉。好，要。假如把犯得起的错，能错的都错过，应该还来得及去悔过。假如没把一切说破，那一场小风波，将一笑带过，在感情面前，讲什么自我？要得过且过，再好无果，全都怪我，不该沉默是什么，该勇敢是软弱，如果不是我误会自己洒脱，让我们难过，可当初的你和现在的我，假如重来过，早点了解那睡醒的你，或者晚一点遇到成熟的我，不过后某位努力浇了水，还在背后往前推，当我抬起头再发觉，我是不是忘了谁，累到无尘也不能睡，夜色哪里都是美，一定有个人他躲过避过闪过瞒过那些，也许在暂时面对自己才不顾一切，去探究当初我害怕面对，我是不是忘了谁，累到无尘也不能睡，月色哪里都是美，一定有个人他躲过避过闪过瞒过，躲过避过闪过瞒过，躲过避过闪过瞒过，这是谁海产大鱼，对，那不是今天就是因为海产之后，他今天是我们最后一集，然后我们之后主持人就变成大鱼。哎，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阻止得了我，继续留在麦卡贝，他就一集而已。没有大鱼回台湾了，然后刚出现就被看到了，就一集哦，就一集。什么时候？我就是刚刚看你，我只是来看你，然后突然叫进来，而且你等一下还会被电完抱抱，对不对？不好意思，这是我们的人气，他长期在大陆，他难得回来，对，然后哎，突然拍起来了，突然拍起来，哇，好 free， 哇塞，你走开。还马上被赶走，你走开！这里主持真的不好，这里这边来这边，这里主持真的难兄难弟，很难混，你知道吗？就汤，好不好意思，对来宾好，钱也不是太多，讲得很真心的话嘛。不是，这两个是台湾现在非常红的，就是网络非常非常红的，就是美声帅哥团。哎，我都会自己去放你们之前节目的 YouTube 当听歌，哎，真的吗？真的假的？真的
吗？为了大鱼，我就弄一个很放。那为了你以后每次开场就唱一首自己的歌。我唱开场。不要唱那个大鱼海棠。你这是什么东西？自己打起广告来的，还是我们就起来了？还是我们？大家说主持人好美。哎、欸，好，不好意思，你制作人知道你回去了。没关系。大鱼，拜拜。哦，我想你们完了，结束了是不是？他要回电话，他回电话，爸爸，那我们等一下约，等一下去打电动了嘞。哇塞！好的，然后最近我们马上回来，最近有什么？有什么公开活动的行程？对对，最近有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公开行程吗？或者是我们7月30，有一个很特别活动，它是一个市集哦，市集，它是一个 FB 他们社团大概有20-30万的社员，一个鞋集哦，球鞋市集，球鞋市集，对对对，然后他们办在台中的逢甲大学体育馆，哦，真的假的？对，然后请我们去，需要那个购买门票吗？还是其实去就可以了？他好像门票有100块吧，就是进去。哦，进去那个门票100块钱，好像是，好像是。不过其实相关的讯息应该都可以在你的粉丝页，就是都有消息。发了他们的粉丝专页，他们就跟大家讲详细的活动办法。当然，他们最近的近况什么，在粉丝页上一定都可以看得到。那当然，海产的粉丝也可以去私讯他们。也可以，可以吗？我可以，我可以。郑刚不会生气，不会 ，OK 的。因为我感觉郑刚好像比较易怒。不会吧？有吗？有吗？音乐人比较情绪化，比较情绪化。难怪我们两个。常常吵架嘛，我们不是音乐人。对，我们不是音乐人。好啦，当然哇，节目的最后我们当然可以听到，哇塞，这首最厉害的哦，他们的爆红神曲哦。我们可以带来就是你们就是走路的，可以跟你们一起合唱吗？还是？当然需要，可以一起走路，当然 OK，可以一边走一边走在摄影棚吗？我们走夜市，走到中秋路吗？可以走到六华夜市，你知道我们这个麦卡贝就是我们就是什么都可以，什么都可以做。好，我们一起唱好不好？最后一首歌，当然没有问题。然后做一首《痴情的男子汉》and《痴情玫瑰花》。啊，我的麦克风有声音，有声音。爱到白死的痴情男子汉，你敢有听到我的心为你唱歌？我是爱你爱你爱到白死的痴情男子汉，心爱的我哪会忍心你目眶红？我会当予你快乐，家庭幸福一世人。就算讲爱我，予你1200万，我会当用我所有的力量来去甲伊赚。一杯交杯酒，咱一红饮好呾。我甲你吹落，予你爽甲爱哟我的妈。我予你我所有，你甲辛苦拢予我。辛苦拢予我。我除了要你的身体，其实还想拥有一个家。我答应你绝不会在外面乱搞，让你担心受怕。偶像剧里的欧巴还要到南部弄假牙，我拢免。只要是为你，我一人嘛会当变皮变野。痴情男子看着无可知，我承受不起，是因为不能乱说大话。我只想好好珍惜，珍惜你跟我之间的感情。这白话到不行的歌词才能代表痴情男孩的真心。哦，我要送你99朵玫瑰花。我被求心内为何你听海产，我爱你我愿意你不用怕，真正的痴情男子汉在这。我要送你99朵玫瑰花，我被最另外的阿纳达。我要寄一张喜帖到你阿妈家，真正的痴情男子汉在这。开水我要送你99朵玫瑰花，我被求心内为何你听海产，我爱你，我愿意，你不用怕，真正的痴情男子汉在这。我要送你99朵玫瑰花，我被最另外的阿纳达。寄一张喜帖到你阿妈家，真正的痴情男子汉在这。合唱喽。我要送你99朵玫瑰花，我被痴情男子为何你听。我爱你，我愿意，你不用怕，金甲也骑成蓝族汉的家。我要送你99朵玫瑰花，我美最另外的阿纳达。我要寄一张喜帖到你阿妈家，金甲也骑成蓝族汉的家的喜欢。
这个和声 OK 吧？耶！谢谢。今天让我们跟 Jamie Creative 到我们节目来，那希望让他们可以有更多更好的作品。没错。如果下次到我们节目来的话，有缺女生的部分可以直接 Q 主持人，好不好？没错。真的是没有什么问题啊，那希望。大家一定要 follow 他们的粉丝页，让所有的资讯都在上面。真的。但如果你们 follow 完他们的粉丝页，其实这里应该都是他们的粉丝啦。对啊。不然也来 follow 我们两个粉丝页嘛。也要呼吁一下，呼吁一下，请你们的粉丝也点我们。顺便好不好？对，请我们的粉丝也可以私讯。哎，我私讯。你粉丝本来就有在私讯我了。已经有了，已经有了。好，今天很开心可以邀请他们，我们今天真的玩得很开心。真的。谢谢。我们接下来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再见哦。拜拜。耶。麦卡贝其实就是讲一些有的没的，就是一种态度，可以预防中风。我真的是很搞笑，我讲屁话。可以预防心肌梗塞。打野。Yo, yeah, come on, baby. 很有意义的节目。